宝凤樱花虾要留一份哟，好，等一下哈、哦。玉林跟宝凤的樱花虾，等一下。鸡腿也要留一份哦。好。哎，弟弟，你刚刚要水饺还有什么？水饺我帮你留了，还有什么东西没帮你留到？明天嘉义有卖吗？有，防疫哦，嘉义有卖。鸡腿留一份哦。老结婚，老结婚。好的。老虾饼买200块。好，冬虾嘞。过来，要点对吧？哇，好。河虾。啊，河虾，还有河虾。套筋，套条老啊。水饺老啊，啊那笋河虾。包给你。OK。四包给你200块，你帮我收了。给水条虾饼。给水条老啊哈。好。一样虾饼，个人来不啦？我们鸳鸯虾米呢？嗯，樱花虾米老人荤哦。哦，能放。啊，这个是什么鱼？这个土托鱼。什么啊？土托这一盘1000块。啊，还是你要买一只的也可以。这个细虾，我刚刚买一整只也可以。这一只好不好？买整只的，40块而已。送完怎么卖啊？共完300块。你最喜欢的？你的樱花虾米不留哟，好，所以变成只留一份就好了。OK， 留玉林的就好了。OK， 好。有，等我一下。要留3块，哎，爱留多少？有弟弟会帮你留啊。马多25号弟弟，本频道最近的安排。哎，弟弟拢来啊！咱王董妻儿那个出现。王董哎。你敢不是找你？你敢是要点你的来？81000块，刚刚卖完了，贵价1000块。爱你，爱死，爱啦，爱八只来，1000块。这直播是什么意思？可以自取，
可以留货来这边自取。来，2、4、6、8，2、4、6、8，完。张海龙，1000块，汇价1000块。4500，啊，无惊退兵。好，水饺先帮他放保利了。阿公哥，趁阿姨会议啦，麦当着时好食，好不？来，趁阿姨会议来个，阿公哥来300块。要撑阿姨无？俺全部饲呢，先煮个就好食。遐当就是即块哦，尤其较济较好食，歹食买500块。你我即摆分个一块，200-300块，上买3条哩，500了，好无？这土土鱼，啊，这土土鱼，好无？500块了一块，2块，遐3块500块，500块你买，上一块来，上2块来，上3块500块，够水着嘞。500块啦，一块啦，2块，好食3块500，哎，这块我送你食4块啦，你也无得买，来500，这块够你啦，有啊，我招4人去分分了，来500块了，500块，6块500哦呢，这1、2、3、4，2、4、5，5块啊，500块了，这块更够你啦，不会的，它很单纯，不会涩涩的。啊，不，当然不是啊！吃血像土豆，谁要买土豆？对不对？哦，500，不然还有500块了，两六块500块。哎，不过这叫你改无人，我就看到了，这条路，这条路，鲑鱼，500，对，那土豆鱼，500块无人买，我来。看无，无这个是5块。这土豆鱼，这土豆鱼了。啊，泰国虾，我两要吃泰国虾。无啊。这咸鲜。切得太高，你看切得太高了。